你为何一定要除掉我？因为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大硕的朝堂落入你这种奸臣之手。说得好，你为与我相斗，陷害邱家，又杀了宋京。我的确恨不得手刃了你。但说到底，这是我与你的恩仇。兄弟细雨强外遇齐武，正如你所说，你我立场不同，却都是为了大硕。 邱彦与我今日月冒险上门自首，做主你最真权夺利，却依旧是个心怀家国之人。